眼镜蛇攻击直升机，九鹏基地外海盘旋，巨大动力机械声响，为陆军航特部神鹰操演震撼开场。两架眼镜蛇一组进行空中精准射击任务，先发射热焰弹干扰敌军飞弹系统。发了，好明显。紧接着，幺两洞破炮发射照明弹，30秒抵达海面上往下坠，作为移动标靶。眼镜蛇直升机发射热追踪响尾蛇飞弹，精准命中目标，瞬间爆出火花。后续眼镜蛇攻击直升机接续操演，通通精准命中标靶，弹无虚发。陆军实弹操演连续3周，但之前发生雷霆2000出包大火，居民气炸，举白布条抗议。这回改在空中，降低对周遭环境干扰，演习顺利进行，也吸引大批军事迷朝圣拍照。将陆军现役的精准弹药实施全面性的训练成果总验收。除了眼镜蛇，下午还会有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发射尖刺飞弹拦截靶机操演，神鹰操演一连3天，提升部队作战能量，捍卫国家安全。记者洪富人王书宏屏东报道。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生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